我觉得男生的话，我喜欢，我喜欢很刚的人，就是能够 hold 住我的。我是刚型，对刚，对，什么都刚。上次在横店，张无忌有来探班，他骑着一个旅游三轮车。那大热天的，我穿的那个西装，真能湿透几件衣服。啊，无忌哥哥他好好。然后我的对手也是，他会帮助我。为了这首歌也准备了很久，他也很紧张。我也特别喜欢赵敏的这个角色，特别喜欢他敢爱敢恨，然后对爱情的执着。可我只看向他眼底，而且万人欢呼什么，我不关心。